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IEI 波卸式的护甲油。很多美女啊，擦完指甲油都懒得卸除，因为麻烦不方便。IEI 上市的这一款啊，不管是什么系列的指甲，都能很方便的卸除。现在就来教大家怎么使用。首先，在指甲上涂上波卸式的护甲油。涂的方式啊，跟一般直角的方式一样就可以了。那切记啊，千万不要在空调或风扇的面前去操作，指甲油都干得快。各个系列指甲都一样哦。等干了之后啊，它会在指甲上形成一个薄膜。你看哦，我从后面稍微往前一推，指甲很方便就可以让我卸除，整片的被我撕掉，干干净净的不留痕迹。像量冲直彩呀，都比较难卸。那我们相对的，底下也是上了这一层波卸式的护甲油，我们往前一推，很方便的就可以撕掉手上的直彩。再看一次哦，各个系列都相同。我们只要擦完波卸式护甲油，那在想卸的时候去卸就可以了。那 IEI 的波卸式护甲油啊，它是油性的，并非水性，不是轻易碰水就能掉的喽。最后，往前一推，仔细看，轻轻松松的就可以卸掉手上的指甲，而且在卸甲的时候也是一个保养，不伤指甲，指甲都是很光滑的。喜爱换色的美女，赶快买这一款来试看看吧，拜拜。